汝窑的马蹄女接着向莲师问道：“由于我精进性薄弱，说我不够精进，我精进性薄弱，请赐予我无为的教言。不用精进就能成就的，哎，修跟不修一个无为法嘛啊，就是我一听我可以顿悟的教言，就是说不用我继续再精进了，因为我精进不了，我就也是懒嘛或者懈怠嘛啊，随时可以把精进性丢了的。我们这个我们觉得都有，我们可以精进三天半，第四天就没了。”是吧，持续不能精进嘛，所以说其次有无为的教育，就是我一听就可以顿悟的，哎，无为嘛。上师说，马蹄女谛听，法性的自性不是具体的物质，法性的自性就是空性，法性的自心啊不是具体的物质，因此没有可自作生产的东西。由于这法性自性自始即在，它不是由弯腰礼敬所得到果报，法性的自性就在你之中现起而无者。就是你不精进，空性也在那儿，是吧？他不是说你每天扣300个大头，你才能把空性挣到的，不是的啊。所以你一定要有这样的认知角度，记着，一定要这样的认知角度。空法性不是你通过修持精进的修持法得来的空性，你扣头不扣头，它都在那儿啊，没有可制作的东西。不是说你通过精进修正，我就制作出来一个智慧啊，我就制作一个果位。不是的，因为这法性自性自始即在，它一直在，从你开始修行到你成正道，它一直在。它不是有弯腰礼敬所得到的果报，它不是人世界的因果，因果法则啊，由这个因得果，因为因跟果都是幻化。因为第一个缘起，因缘具足，它是缘起缘灭，这个是幻现来的，哎，因为第一个缘是你的妄想产生的嘛。它不是有弯腰礼敬所得到果报，所以空性不是果报来的啊。法性的自性就在你之中现起而无止，就是现在也在你这儿。你面对我问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它也在你那儿，是吧？你说你不精进，你说你这就是最简单的教义，知道吧？这已经真的是最简单的教义了，而且是顿悟的教义啊。如果我们不能顿悟，是因为你不够清净，不够定。如果很多人现在有过修正有定力的话，有些从这些教义里可以顿悟的啊。一旦你了悟，你的心是没有任何体性的，你的心是没有任何体性的，你怎么能移情别恋，你怎么能乱想呢？这个了悟本身就是觉醒的境界，这个了悟本身就叫觉醒，听见了没？哎，就是觉醒的境界，它不是需要去达成的某件事情，所有的努力与奋斗只会将你束缚于渴求之中，所有的努力跟奋斗将会束缚于渴求之中。放下，不造作，不禅修。你现在在坐垫上打坐，放下，不造作，不要修，你要成道这回事，这就叫修禅定，知道吧？你要坐在坐垫上，你说我要坐三个小时，我要证得什么果位，我要拥有智慧，我要变成像观世音，像我是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人，你那就不叫禅修，你那叫练腿，你那叫努力的变成某一个幻境，你那叫练神变。因为从一个你这样的女人变成另一个人嘛，变成释迦牟尼佛那样的人嘛，变成空性也是。你这种思维认知不叫禅修，你知道吗？你这种思维认知就叫人世间的，我做个因，我得个果，人间报啊，果报啊。所以阿罗汉九次谛定离情趣，最后证到九次谛定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出轮回啊，四果阿罗汉，那是果报啊，因果啊，修四禅八定啊。但是那个挺好啊，就我只是说，不管你是修大菩萨的，哎，或者方便说，因为到最后佛说法身本定的时候，法身本定啊，我们空性本来定，不用你修定啊。但这个认知是不断的进入你的清净无为，这样开始清净，不然你清净的慢慢的如如不动来达成的，所以这个清净的如如不动就变成好像一个修行了。为什么要如如不动清净？因为你散乱，因为你乱跑，因为你执着，因为你就是所以设立了另一个清净，哎，这样无为的如如不动的，这两个本身是相对于另一面的散乱建立起来另一个幻境，通过这个幻境来了看见你的空性啊，所以并没有一个空性可求可证啊。所以如果你做你有个空性可证的话，你所有的努力跟奋斗会就束缚在渴求之中，你就是一个欲望在渴求啊。放下，不造作，不禅修，
就是说头脑中当你禅修的时候是没有禅修的这样一个定义的概念的，但是你仍然在禅修，因为这种空性之界指导下所有的行为都叫禅修，知道了吗？所有的 作为就包括与空性正见指导下，就前边的六个女的说在万法里边把它当成一盘菜，那也叫禅修，知道吧？只有与空性正见指导下才叫禅修，否则你都不是啊。尽管如此，像你这样愚蠢无知的女子，不论教你多少你都无法了解，即使向你指出法身你还是无法认出它，被你引介觉醒状态时你仍然无法看见它，即使教导你了你也难以了悟无为的一段。你们大多数会曲解这个诗，曲解这个对女性的开示，所以务必穿上更坚固的铠甲，并小心不要成为轰炸魔的阶下囚，不要生育子女。反之，即使困难不易，仍应一个人独自修行。这是莲花生的开始啊，这是对这个女孩子的开始啊。精进性薄弱，且痴于无畏心，对这样的女孩子，你可以单独一个人待着。是啊，这对机说教嘛，你一个人会好一点啊。所以你要穿上坚固的铠甲，小心成为不要成为轰炸的阶下囚，就是说。你本来就不精进，但是你的孩子家人会影响你，使你即使困难不易人也，就说你这种女孩子最好出家修行好，劝你出家呢，啊，这就是大家经常做这问，老师我出家好呢，在家好，你看莲花生大师说，就像你要是这样的话就出家好，下面还有莲师又为这些女子们做了以下一些开示，我们也听听吧，反正不长。说一听你们这些虔诚的年轻女子啊，修正佛法的虔诚的年轻女子，不虔诚的就不用听了啊，就没必要嘛，挺累的啊。你们皈依的对象中最殊胜的是三宝，因此应该在皈依的法门中努力而为，如此这一生就是有福的，有福气的啊，且可以避免未来投身到下三道中啊。这是莲花生大师的说法。说最殊胜的是三宝嘛，法就是佛法僧三宝啊，就是说就是这个可以导引。还有依止的对象中最殊胜的是你的上师，因为因此对上师的恭敬要有如此如顶戴在头上那般高，你的这一生将受到加持，而且上师将在未来生来世的生生世世中在道上引导你啊。这藏传佛教对上师视如佛啊。礼拜的对象中最殊胜的是你的本尊，本尊我们一般都是释迦牟尼了，女汉传的嘛，你的根本上师是根本上师释迦牟尼佛啊。一直供养会供藏传佛教有各个本尊啊，有它里边有啊以观世音菩萨为本尊啊，以哪个修本尊，但我们汉传没有这个说法，但是呢你空性正见，但是我们的本尊释迦牟尼佛啊。一直供养慧供和食指，如此可以让你现实实现此生的目标。对，就是说慧供啊，做一些供养，就是形式上的还是蛮重要的啊。礼拜的时候有些形式上的东西，因为你要破你的执着跟分别，有些不要，我们说一切是空性的，一切是梦幻泡影，那你不用吃饭了嘛，反正你五根六根是个空的嘛，是吧？但是你还要吃，是吧？你还要缘起，虽然缘起有幻化，但是呢制造这样一个缘起有另一个果，因为你所有的都在换来换去，你要降服自心，降服你的很多的直接把直接转过来，还是要啃很多助缘的，所以后边有依止啊恭敬啊这些啊，为什么要依止三宝啊，依止上师啊，礼拜本尊啊，拜佛啊，礼佛啊，为什么要做这些，其实一切是空性的，你理什么，你就是个空性，但是你转不了这个认知啊，你这个认知就是个因果产生的，你这个因果要以幻治幻，佛法或者这些善法都是以幻治幻，可以让你里外，因为你会得到加持。礼拜的对象中最舒适的是你的本尊啊，就是释迦你拜佛拜菩萨都是一样的啊，你就说你喜欢了，就是汉传佛教就是礼拜佛了。尊敬的对象中最殊胜的是你的父母，因此要赤分并照顾他们，这会在一生为你带来立刻的利益，并确保他们未来对你的帮助。伴侣中最殊胜的是你的丈夫，现在这个是对女的说的啊，最殊胜的是你的丈夫，所以应看重他犹如看重你的双目眼睛啊，说如此你将拥有协善的一生，下辈子能出生到有地位的家族之中。
由于女子对于切身事务都拥有大太多的决定权，所以对于餐点要慷慨大方。所以对于餐点要慷慨大方，如此能确保你此生拥有亲切厚道的仆人啊。就是说，可能这些女的都是公主啊，都是家里边有仆人的啊。说你对于餐点啊，对仆人，对你的下，就是说你身边伺候你的这些啊，所以要慷慨大方，确保你此生拥有亲切厚道的仆人。就是你慷慨大方了，你的仆人才会厚道、亲切厚道。就是说你做成了慷慨大方，你才会遇到这样的仆人。且未来生世将拥有丰盛的食物与财富，这就是修布施了啊，就是让你就不要吝啬，不要小气嘛。子孙后代都是往昔的冤亲债主，子孙后代都是往昔的冤亲债主啊！因为务必让他们学习佛法，说不定这将有助于你此生啊，否则这此生挺苦的。因为说子孙后代都是往昔的冤亲债主，所以务必让他们学习佛法，这将有助于你的此生，对他们的来世也有助益，要对他们有好处啊。莲花生大师接着继续说道：年轻的女子们，谛听，明觉心既非男也非女，本质即有的觉性，此法性既不高慢也不卑微，本质即有的法身既不高也不低，一切的自性超越增减啊，空性超越增减啊，佛意超越维度，事物与其自性并非二元对立，这个还是讲空性的啊。一旦你了悟自己的心即是佛，便并不需再往塔处寻找佛，了悟自心自性，并于此修炼，尊敬你的上师与诸珍宝上师，并尽力以符合佛法的方式生活，那么虽然身为女子，你即是明智而庄严的七名女子正得了悟。你看人家都开悟了，七名女子正得了悟，并对上师话语感到了欣喜，她们顶礼莲花生大师，绕行莲寺，并献上丰盛的会供。喀切公主错家佛母，由于顾念后世众生，当时在金珠松林边将莲寺的话语记录了下来。这是宜西错家佛母啊，当时把这段话记录下来，因为由于顾念后世众生，就是顾念我们没听过，哎，所以记下来，我们今天听一下啊，就是这样。没有了，好像没有了啊，哎，没有，就这样吧。是一个文，因为大家不提问题，就是三八妇女节快乐啊，谁想的？